童哥，哎，今晚能做什么菜吃？今晚整个小猪盖被。小猪盖被是啥？期待一下。童哥，哎，我买了一个射鱼的东西。如果那天有，如果有一天我射到鱼了，可以做一套鱼吃吗？可以，这么随机。小猪盖被，试一试。小猪盖被是啥东西？我只知道小猪佩奇，就是把小猪都炖里面了以后给它盖个被儿，就上面弄个面饼，就有点像铁锅炖，然后糊了个面饼的一样。童哥，嗯，牛啊，牛啊，这个真牛。哪个？这个，直接包肉吃是不是？不，直接炖。炖，我以为你要做那个生菜，直接煎的。我是把这油脂煎出来，等着那个炖的时候，它就不会那么油，炖出来就好吃。牛，把里面的油脂先提前煎一煎。正好，童哥，你看一下那个小猪盖被。呜呼，什么意思这是？你看看，这不是个被子吗？嗯。然后盖开，然后里面就是豆角、猪肉、豆角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，这是个面饼，很好吃。就是现在这个汤蘸在里面。哇，你也太牛了吧！小猪盖被，这什么？这剩了点肉给炸了，炸剁生菜。嗯，剁生菜可以再蘸着吃。你真棒，小童。现在是不是能吃啊？现在直接感受一下。可以哈。嗯，啊，马上可以吃饭了。来看小猪盖被，来让我拍一下，看我们童大厨今天晚上又做的什么饭。哇，小猪盖被啊，小猪盖被，哎，里面豆角、五花肉，然后土豆，这个饼行吗？这个饼特别香。 Unbelievable， 牛。吃饭吃饭，往上端咱。回来吃饭。做的什么呀？这么香啊？小猪盖被。小猪盖被。
兄弟们吃饭。可以啊。嗯。哇，这猪好烂啊！来来来，弄它弄它。豆角好吃。真的，这个菜绝了。那豆角，喜欢吃豆角。还是那句话，吃不上这道菜的人，就遗憾，一辈子的遗憾。哎呀妈，这好吃！妈，这啥？哎呀妈，还有烤肉今天？嗯，做了一点。哎呀，红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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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红哥绝对是绝对的厨神。后斗门厨王没有之一，杭州厨王。杭州厨王，豆角好吃。哎呀，小熊，这种甜甜的味道是怎么加进去的？加糖啊，加糖，有提鲜。你看人家做的不辣也那么好吃。你点我就说呗，点就点，你拉踩。不，你要懂得这是两种菜系。想吃辣，你就找卓源；想吃甜的，你就找小童。这是给你提供两种风格，你懂吗？你喜欢哪一种？啊！我两种都喜欢。让我看看是什么好菜。哇，这一皮是什么？猪皮吗？对，小猪盖拌儿。这茄子。哇，这饼菜香。太香了啊，王英，我跟你，我好不容易撕下来一块，你给我抢走。哇，内蒙人爱了，太好吃了。那个豆角巨好吃，耕耘你弄点豆角超级好吃。豆角汤给你挖点汤。哇，那汤绝了。陆主，你再不吃就没了。我感受到了小猪盖饭的魅力了。快，先吃。他这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拿那个碗吃，你就吃到，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。就我吃，掉筷子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你看这是啥？你看这是啥？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你再拿这拿吧。你就是我的宝贝儿。正好那个生菜和炸肉给你留的。我爱你。来，兄弟们，来中间吃。那个蹦儿呢？蹦儿，哥这还有一口。一口。啊、哦！这蹦儿也太好吃吧！其实蹦儿好吃，它炖进去味儿了。那个面。我要是个女的，我一定嫁给你，知道吗？这饭没了。哦，妈！小童回了北京，咱们能合租吗？你给我一千二百，我上门给你做饭。上门。